些心烦没嫌啰嗦，型男回家很会说。Baby， 你今天要带你的外套，你这样会非常冷。就不要啦，我为什么一直啰嗦？你知道电影院会冷，你应该更贴心，就是你帮我把外套带。对，公主病。公主病。你们现在会的词汇好像越来越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:30，1/2强。